李白有一首诗叫《古朗月行》，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：“小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。又疑瑶台镜，飞在青云端。仙人垂两足，桂树何团团。白兔捣药成，问言与谁餐？”李白这位大诗人在这首诗中写了一个美丽的传说故事。 月亮上有桂树、白兔，还有仙人姐姐嫦娥。这个美丽的传说故事对我们写好这个“月”字很有帮助哦。传说当年嫦娥姐姐带着她的玉兔飞向月亮，到了月亮家前，大门紧闭，他俩都进不去。于是就等啊等，等啊等，等了几百年。月亮变了个样子，嫦娥与玉兔终于可以躲进月亮家的屋檐下，但是依旧进不去。 又过了几百年，月亮终于把门开开，让嫦娥玉兔住了进去。当然，这只是本宝宝幻想的故事。但是，每栋房子都留门窗，去试试，留门窗才可以自由出入，房子才可以自在的呼吸。写字也是同样的道理。 月字书写的时候，重点就是一定要将里面的两个短横起笔写在左边的竖撇上，但不碰到右边横折钩的竖上。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的大书法家都是怎么写这个月的呢？唐朝大书法家褚遂良是这样写，颜真卿是这样写，柳公权还是这样写。而我家小毛是怎么写的呢？他的。 就是这样了，没有按照老师所写的那样书写起来，是不是看起来怪怪的？这个月字横画贴着左边的竖撇，满满的写在里面。这样的话，嫦娥玉兔肯定又进不去月亮家了，并且呢，这个月还需要减肥，这正是时下最火热的话题。看看苗条嫦娥是这样，但是有点圆润的嫦娥就是这样。 呃，似乎还是苗条点的要更美丽哦，所以我家毛毛写的月就需要减减肥了，就要写成这样，是不是这样看起来就好多了？大书法家们可就是这样写的，希望屏幕前的你也要这么写哦。下面老师来示范一下月的写法，用钢笔是这样，毛笔就是这样写的。 这个月字还可以运用到很多很多字当中去，不管是以月作为偏旁部首的字，比如旁，还是与月类似的木、日等等等等，数不胜数。如果你记住，在写这些字的时候，里面的短横只在左边的竖或者是竖撇上，而不碰到右竖，并且字形要呈瘦长形状，这样写出来的就不会不好看了。 不过，如果你做到了这点，却发现你还是没有写好，也是在我的预料之内喽。因为要写好“月”字，还有另外一个技巧，我们下回分解。如果你够勇敢，找一找那些可以拓展开来的字，写给小编看，越多越好。我们会在平台上发出你漂亮的字，让小伙伴们欣赏你哦。